我才是老大。让开，我才是老大。终极一班的精彩花絮又来了，在这一场雷霆追逐大东的戏码中，雷霆用包包 K 大东一次两次，这次竟然不小心 K 得太用力了。不要跑！等一下，我雷霆有来求我。哇，好狠！好，不到，好不到，对不到。好干，一副巴掌就好了。看到没有？本性使然的。只是来一个来追我的游戏，他连流星锤都出来了。再追下去，我看血滴子都要出来了。看到没有？这个手背，这个强壮的 muscle， 哇哦！厉害厉害，效果啊，还好吧？来再看一次好了，我看一下衣服应该还好。拍摄过程中跑着跑着，大东手上的戒指不小心掉了，还好。哎，戒指掉了，等一下我戒指掉，帮我找戒指，快快。好，看看。戒指也太会掉了吧！因为在拍摄另一场逃跑的戏码时，我们又听到哐啷的一声。哇，你干嘛、啊？这个人，东西掉了，什么东西？快点，东西，戒指是不是？快点，是戒指吗？知道戒指是什么？不要掉，别多看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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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在剧中，两个人逃跑到最后，就是雷霆不小心跌到大东的怀里。这么浪漫的画面，其实雷霆拍得格外辛苦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哦，不跑，你又拉我手一下，会流汗呢。晨晨，我们在这里会穿吗？我的腰。拍子拍子，腰力不好，不好意思。我的尾椎受过伤。来，拜。沙波浪，兄弟啊，就是一二了。去会看吗？对，三姐，进来十八，进来十八，这个一。干嘛？你才干嘛？你才干嘛、欸？我太笑出来了。去去去去去，专业一点。那、啊、你有拍到他？拍到他就还好。我差点笑场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他腰力比较高，不太满的，因为腰有受伤，所以必须要抓他的脚，不是故意呈现一个 NG 或者就是幕后花絮桥段，因为。腰，其实我们不需要。不要再说了，这一叠再一叠，为了保住雷霆的腰，工作人员只好出马帮忙抬脚，甚至搬来椅子辅助，才能完成这触电的画面。你干嘛？干嘛？雷霆是腰不好，但大东则是肚子不饱。导演安排花芙蓉拿着包包砸向大东的龙纹袄，没想到这包包不长眼。没事吧？救救护士！这边有线。肠胃炎，你还这样打我的肠胃？花芙蓉被龙纹袄的威力震到摔倒，这摔倒的画面到底怎么完成的呢？摔倒的画面还好处理，最难的是要让包包有被龙纹袄震到弹出去的感觉。光是这个画面，无数指导和导演都亲自出马来丢包了。这个好像可以哦。敬请锁定娱乐百分百每周精彩的终极一班三花絮报道。我看一下了。我会够了呀。李玉君的整理报道。